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平安，神父平安。今天我们纪念圣言会的一位圣人，圣弗若瑟。他在1875年金铎，那一年是我们圣言会刚开始，在9月8号成立。他3年之后，1878年，他就加入了我们圣言会。隔一年，他就被派遣与另外一个神父被派遣到中国。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有一个岛，在那边服务，后来就到中国，在中国的山东传教。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圣人为我们祈祷。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圣弗若瑟在圣神感召下，正向中华民族传播福音，求你因圣人的转求，使万民真正认识救主基督，并能忠心地追随他。他和你及圣神视为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通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弟兄们，愿那赐希望的天主因着你们的信心，使我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也使你们借着圣神的能力富于希望。我个人深信你们是充满善意，具备各种知识，也能彼此劝勉。我给你们写信，有些地方未免大胆，这只是想提醒你们这件事。天主赐给了我恩宠，使我为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者，天主福音的司祭，使外邦人经圣神的圣化，成为蒙悦纳的祭品。所以在侍奉天主的事上，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内夸口，别的事我不敢提，只说基督借着我以言语、以行动，借着奇迹和异事的大能，以及天主圣神的大能所做的事，使外邦人归顺。我并且立志在还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传播福音，免得建筑在别人的基础上。经上记载，那些关于他一无所闻的人必要看见，那些没有听见过他的人必要明了。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上主行了奇事，你们要高唱新歌。他的右手和圣臂为他赢得了胜利。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他没有忘记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吟诗赞颂，载歌载舞。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弹着竖琴歌颂上主，弹着竖琴伴着弦韵，吹起喇叭响起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欢呼。大地四极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主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主另外选出了72个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之前先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将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派遣你们如同把羔羊送入狼群。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候人。无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要临到他身上，不然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理当得到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无论进了哪一座城，如果有人欢迎你们，给你们预备什么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平安。全部平安。前天在我学长在印尼神学院的学长的脸书看到他拍照，他有跟他的同学拍照放在他的 FB 上面。那这个同学呢，现在是在非洲工作。以后他就说，他问了他这个同学说，你在非洲工作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要回来，要回印尼？但他的同学就回答他说，在我们印尼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传教士，他们来到印尼也死在印尼。我们被派遣到传教地区，
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我们也可以死在传教地区。以后我看到了以后呢，下面我说我也回，我说现在的我们传教士大概大部分的就是有相同的一个想法。我每次回家，我的家人就问神父，你什么时候 要回印尼，在印尼工作？那我回答他们一样，我就重复同样的一句话，我的坟墓在台湾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会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圣人，今天我们所纪念的圣弗若瑟，圣弗若瑟他被派遣到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就看到有一些些的那个比较难的适应，但是慢慢的他就爱上了这个民族，爱上了这个地方。他甚至他说了，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他还说他愿意再死一千次为了中国人，愿意再死为了中国人再死一千次。以后他就说，我也渴望在天堂我还是中国人。那他是身为中国人，到最后他死的时候，他被埋葬在山东，但是在1949年文化革命的时候，有人就来了，把那个我们圣言会的坟墓挖出来，以后呢看到他的坟墓挖出来，发现弗若瑟的尸体都还是很安好的。他是在1909年死亡，在1949年的时候被那个他的那个坟墓被挖出来，所以大概有多少年？40年。在40年之久，他的尸体没有腐烂。他们一看到了他的尸体是这样的，用油撒在他身上以后呢，把他的尸体扫掉。到现在就我们就找不到有什么，我们就圣毒有他的骨头了什么做他的圣毒，我们找不到这圣毒，因为他身体已经跟中国的地，中国的那个土地融合在一起，他真的是永远成为中国人。那他也去传教的，他说我们要去传教，我们当然是用语言去传教，但是用中文去传教这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说了，有一个语言人人都会懂，有一个语言人人都会懂，第一次见面也没关系，你可以用这样的语言跟他沟通，这个语言就是爱，爱的语言每一个人都会懂。所以他到中国大陆开始的是在山东，但是慢慢的本来就他们两个人安子泰，他跟安子泰后来就成为主教，那他自己呢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华省的第一位会长，他当会长，本来就他们两个人，但是慢慢的这个团体我们圣言会在中国大陆就慢慢的就成为一个大的一个团体，他接纳当地的圣言会，当地的中国人加入我们的圣言会，他们的传教慢慢的从山东往北到北京，北京还往北继续到山东兰州，甚至到乌鲁木齐，他们这样的去传教，在短短的时间，他们传教的那个精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以后呢，灵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个就是这圣人他所带领的。那我们看到的，如果他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
我们想他应该做不到，天主应该与他同在。他虽然是在传教的工作非常的有成绩，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痛苦。那痛苦是面对是那时候有一些的被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外国人是被排斥了，他也受到了这样的痛苦，也他自己身上的有一些的病痛，他忍痛继续带领我们的会士在中国大陆传教。我想他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我们是希望他的精神可以落到我们会士的某某人的身上，也可以推动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感化更多的人来认识天主。我们求在天上的这位中国人普若瑟，圣普若瑟，继续为我们在这个中华大地区祈祷。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灵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无事一条一条
伸张荆棘满满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足以我同行，引导我们有平安喜乐，照我的旅